今天是石家庄解封的第一天，小区现在没有管控了，可以自由的进出了。虽然现在解封了，但是大家都不敢出门，街上没有多少人。我们家孩子在我们旁边的小区上学，快到点了，路上一个人都没有。幼儿园门口有两三个人等着接，等待的时候大家很自觉地保持一米距离。今天上学的孩子基本上也就一个人，最多的呢也就四个人。